个心结关于你是我。风筝说永恒的尼克和唐鑫也不来了，你明白他们什么意思吗？这个花絮是你给我的，我没删，我舍不得删，走过多远的距离，所以一直留着，做个梦给你。现在这个主动权我交给你，你可以删除这份花絮，我没有备份，这独一份，其他人也没有。或者你给我一个答案可以吗？删除还是保留？你来选。我不想删，我的决定就是你留作当纪念，可以吗？